每个礼拜五都会一直问我土城土城，然后等到时间一到以后，就全部的人都掉进去。等到时间到以后，所有人就跑过去，我这边就会点气气，就没有人讲话了。潘磊早安。我觉得我家里面，我家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好。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好。你看吧，又有人问了，我刚才才讲完而已。大概在七点之前会有一直有人问土城的事情，所以我统一就不回答了哈。土城我就统一不回答了哈。哎呀。美女 U 三，咦，咱去订的拢规拢规班规班在算的。有望文早安。伊都袂调哦，伊最近做高端小模个哟。你问老弟，我交收一千，我一千，再一个八八，再一个八千多，千多千三百千八，好，一个八八，三百一千一，两千。你先问我，你先点，先点点。跟人同款啊，拢跟人同款啊，敢找母，敢找母的尔。啊，我是包水哦。我到了。我到了木鱼，好乖啊，好乖啊。Hello， 西亚啦。你不想，你不想。三百哦。你要两百哦。要不一百等一下哦，你你先客户人等下你。
你这条没完了，我带着给你。好买一张。快来快来快来！三把酱，你一百会使呗？会啦会啦，买两把啦，一百。哎，食袂完无菜的。放下吧哈。这把有得吃。我给老公分了。微信广告五桂鱼啊，小巴。无啦，五桂鱼。你讲。哦，我知啊，钓。哦。钓鱼下巴对不？钓鱼行啊，今天去钓鱼了，就一包鱼，一包60-70块。今天一包鱼就赚20-30块。大哥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必要。不用再看那个了。你的车记号，回家的记号。我讲是讲多少啊？不对了，鲈鱼有大只的哦，一条一公斤的，大概比这个小一点点。小家是宝来，小家是宝来，不要太大，真的很大。一条一公斤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去多少位了？吃不了，我两个人不要分。一百两，因为才两百。我亲爱的，难怪他很爱你。哎，啊，平安啊，哎呦，海水平，海水平安起来。好，没错。我讲，我是讲头家介意你。
差不多了吧？你今天有到下林吗？大姐啊？红大虾，我没出去，落去了。下林的呀？没啦，我。下林的呀？下林的黑条啊？那没头干咩啊？这电影是哪里啊？你袂出哦，你叫伊揢就好啊。无啦，遐尔好揢啊，等于，等于揢了，你不得啰嗦。啊，等着我，我来去揾淡水路，我去揾淡水路来哦。啊，就已经淡水路，我哪够差？啊，你手尔拢无。安怎袂啦？安怎袂？你啊，反正一工无甲人安尼艰苦，安怎袂？你跑去哪我做啦？你还袂好啊？我袂啥？安怎袂啊？啊，只五百啦，啊，只五百啦。六只。你敢够有名声通去破坏？我袂，我无错哦。要不吵不？哎呦！要不吵不？我爸，没有我这爸。这江西人，我叫我爸。白手呀，白手，安尼哦，哎哎，白手白手。哎，香鱼啊，老子收哦。香鱼啊，老子收哦。有老啊，好。健康健康。有虾仁啊，有虾仁啊！老爸，你这钱真高，用这十五百两嘞。哎，你只用我六千五百。哎，到恁钱哦。我再去无钱给你。有敢有？好哦。好啦好啦，无钱你要做啥物事啊？你别，你靠早来讲，摕要找一百块给我，我要钱。老早还有用吗？真吓死了。你这死。你若无安尼，今仔日真够无精神啦，我是讲啦。够严嘞。不客气。
讲土城开了，可以过去了。这样我就比较轻松了。土城开了，土城开了。刚开，是七秒前开的。好，土城，土城开了哈、哦。土城开了，土城开了 ，OK。这个有啊，真正有啊。因为有人一直从头，有人刚开始从六点到现在就开始问有没有土城了。我知道，刚刚讲说土城开了，我会跟你们讲。每个礼拜五都这样子，所以我很习惯。那个一千三那个吗？哎呀，一箱一份五百那个，那个是白虾。何凤长，人，你辛苦，你袂使搞点秘密。你是血血压都管了，是不是？你叫你别再喝啉啊吼，他叫你吃药对吧？呸！被买光了，啊！看一下今天桌面哈，因为有一个人从台，有那个客人从台北下，那个有安柑、石目鱼、宝石鲈、马吉拉、花鲳，这个叫做。金线吗？忘记了。还有那个江蛇、白鲳鹅啊，今天有龙江鲈鱼、香鱼、还鸡母 ，OK 有黄鱼，还有莺歌鱼，有 OK。